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是第20届三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32强战的最终轮。对局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周贺喜5段和韩国的徐凤珠9段。那么是徐凤珠呢，是一位老将了，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依然是刘晓光9段。刘老师您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这个今天给大家在这里讲解这个三星杯。三星杯是这个，在中国下的这个三星杯。这个因为三星杯的赛制啊，是因为之前选拔，嗯。徐凤珠9段，他是一个老将，他是通过层层选拔呢，进入了这一阶段的比赛。嗯。这个说到徐9段呢，这个因为老的这个围棋爱好者可能印象比较深。他当时跟曹勋玄9段呢，在韩国可以说是一个双雄，哦。就是跟曹9段能够叫板的，也就徐9段，就因当为那年只有他们两个人两在，个人活跃、最最活顶跃、尖的那个最地顶方尖啊，的，两个人在争夺哎，啊，曹冠徐军两位啊。9段，所以那个他应该说是一把很强的这个好手，这个。是的，是的。他的战绩赫赫，嗯，像三国擂台赛，他有过9连胜的战绩。对，这个我觉得好像比拿一个世界冠军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对，议。一个人连赢9盘太在不擂容易台了。赛的当中，一个嗯，人就结束了，最后。而且他这个一个人，他是经常是6盘其实连着下的，每天下一盘，那很样厉其实害，很累的。对。嗯。像他这个英式杯冠军呐、三星杯冠军都拿过，他那拿非过常强。LG 杯的冠对，军，是的，今年62岁，还仍然活跃，所以说，值得可敬，对，这个是非常这个尊敬啊，值得。他因为这个老棋手，那个时候他，但是呢，这么多年呢，他因为这韩国棋手一代代都成长起来，他后是，来呢也不是活跃在一线了。嗯。但这一次他是通过自身的选拔，凭实力上来。因为我之前去了韩国比赛，就是一个混双赛啊，跟他交谈过。他说我三星，我这个出现了，我是要去北京的，他很高兴吧？我觉得应该，对，他还说这个去北京，哎，我说老不见他，甚至他说中国棋院在哪，他都没来过中国棋院。这个我说我很吃惊啊！我说对曹操，啊，我这个很少出来，连棋院都没来过，所以他这次来北京，我们见到一起交谈，很高兴。对，确实，好，我们来看这盘棋。对，这个周贺喜5段掷黑，对，年轻的周贺喜呢，比他小了将近40岁，对，周贺喜是活跃在围甲当中啊，他对，是一个中间力量的一个棋手。嗯，这个快棋比较拿手，下了个星位，星位，对，白棋然下后，了一个错小目，那么黑这是象棋，小目，挂高高挂，挂小目，然后呢就拖一个，白棋拖，拖一个，这个地方呢下了一个大雪雪崩，崩，周贺喜是下这个雪崩，那么雪崩定式这个呢，对于老定式啊，徐凤珠老棋手应该熟。干脆就选择一个老定式，对，这个内对这拐现在，内拐，对，这个地方雪崩型，这个地方老就是这个非常复杂的，多种变化在这里，演变出很多，我记得有一阵儿还流行过外拐，都有，最近外拐很多，是吗？最近外最拐很近多，有那个什么一段一长什么外拐那个棋，很多的。最近下的比较多，现反在而是等于是就像那歌是翻唱，复现在古，是复复古古了。了，最近这个最近小目脱退，这个变成我们那个时候下的棋了，对对对，又回去了又回啊，去又了也比回较去了，多，是的，因为它换一换口味也可对，以，因为那个下的太多了。那么现在它断是白棋断，对定白式棋打打吃，吃，然后拐二，这个这时是候定拐式的是顺序，定式。这个不能错啊，这个如果你一长被它挡挡住，在那儿去了，对，现在是走这个，对，这个时候黑棋立是必然的，立下来，对，然这后定白式，棋打对，了，这个时候就有点变化，是的，这个周贺喜下了一个长，单长。当长，
多数的是不尝试拐的，他 IT 交换一下，然后再说别的变化。嗯，那现在是单场，其实这个以前我跟徐远下过这个棋，这个是你还跟他下过是吧？这个对国际比赛啊，那是很早，我记得在韩国下的，嗯，一个比赛也是这么下，我是知这个黑棋，记得还很巧合，就是这个形状。我也是长的，下的一模一样吗？我也是长的，他也是爬的二路，这好意外啊！非常巧合，就是这个棋。嗯嗯，那盘棋对，我记得很清楚，那盘棋好像我赢。那盘很难得有这样的经历。然后这个棋走这个，其实白棋挡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如果说现在白棋挡还原。那还是得拐，你爬这个，那等于是先走一样啊，那就是等于说先拐，然后再对，也其实也是还原。现在你可以考虑粘上也有。啊，其实这个棋的顺序有点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倒过来可能也一样。也一样啊，它有点迷惑。现在你白棋粘上，那又还原了，那个这个变化呢，又是回到那个另外一种变化。那么现在其实有点障眼法，先尝一个呢，白棋。很奇怪，没有挡。上一次许久段就是走的这个，他爬出来。而今现在又是20年之后他又走的这个，但这个棋走了之后呢，黑棋走这个，你得挡这个，这是必须的。他吃在这个的时候啊，你白棋呢就不能长了。嗯，如果你长啊，他跳的是个好心。嗯，使得那这两个交换了，本来你交换不到。对。本来你如果长，他不是爬着就能断了。对，现在这个情况是，有了这两个交换，它跳黑棋的形状好。那有了这两个交换，本来如果说没有的话，单跳，那么白棋就打起来。对，白棋是打的，那个定式大家可能有印象。对，这定式书上定大全上现在还有呢，大家。对，那个没有交换打一个，那如果被黑棋白长被黑棋便宜了，是的，心情上是肯定他受不了，不能这么下的。没错。所以这个棋呢，这个长。就应该推翻了。嗯，这个长是不对的。现在这个长都没人下了，好像。大家都下街上。所以说，我说这个被黑棋长着一下，应该说黑棋还行。总比原来那个定式长不着的怎么都好。等长着还是可以。所以现在使得白棋要变，白棋粘上了。单粘。对，在这。黑棋这个时候要么贴，要么跳。嗯。他是选择的贴一个。那如果说黑棋现在跳的话，白棋就压两下，大概压两下，这个是也有人下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有人下的，对，嗯，这个也曾经有人这么走过，但是呢，他是贴，他不愿意这么下，贴一个我觉得也很有利。上一次我跟徐九段就是这么下的，我是吃黑棋贴的，有的惊人的巧合就是这么下的，下的一模一样，对，这个棋呢，一样，他是要搬的，嗯，这个搬。是要把黑棋的形状打散，破坏掉，就破坏你的好形。嗯，因为你走别的，被他一跳是个好形。对，现在单扳呢，你使得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跳一个，是吧？他跳在这儿，不是，对，跳一个，不能粘啊。跳这个。对对对，跳一个。如果粘上的话，被人家扳了连扳，这不那个形状不对啊，那就更不舒服了。对，现在这个样子呢，虽然也不太舒服，就被人家一冲，接上一打吃，打吃形状有点鱼形，有点坨一块。但是呢，是的，问题是大家都不好，对，你也不好，白棋这个形状你也不好，大家这个就是互相破坏形状，大家都不好得了，就只是谁更不好而已。现在大家就都走得难看一点。嗯，那么总是这样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黑棋这个贴上呢还是也挺有利啊。嗯，好。那么现在的白棋就是面临要怎么出头的问题。对了。啊，嗯。这出头呢，一般来说就看这棋形啊。就觉得是不是跳一个？跳一个，对，跳一个，跳一个，它会比较顺眼，看着跳往前跳。黑棋也跳一个，哎，对对对，比如说这样，哎，就这一类的吧。嗯，那接下来白棋是不是挺不舒服下的？对，这个形也没有，以后它这个也有打吃，因为你再尖，它打吃是先手。对，也并不满意。嗯，他觉得这个形状并不好，因为你尖。你比如尖一个，你他反正他在这儿打吃，
打吃那个让他眼位不同，眼位不一样。嗯，跳一个。对，走这个小尖。小尖。那白棋黑棋打吃这儿的时候，白棋得马上补了，但是也不舒服。反正你虎完了，人家可以提，也可以扑了。对他眼位多，他活了。对。所以他为了破你的眼呢，他没有这么下。嗯。这个。走了一个侯一个，这个棋有人之前呢，除了修许九段，别人也下过这个棋，也是这么下的，也有这么下的。哦，马英龙，是，对，您跟他那盘棋也是这么下的，就是这么下的，许九段也是这么下的，但是后面可能有不同，但是下到这个时候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就在这个局部是一样的，但是我这，所以我这个觉得这样的下白棋并不是多占有利，可能喜欢黑的会多一点，然后这样，白棋小尖。你这儿有个袜呀，是有个袜，不能长啊，长给袜断了。是的，只能这样。这个呢，这个侯一个还算个好行，嗯，是吧？他知道你这个，反正你打吃了，我侯在这儿也算了。是的，其实是这个时候白棋走普通的话，比如说单拐一个，干脆就定型得了。就算了，这让黑棋往这边去，黑棋大概跳了，就也就这样吧，这就普普通通。然后飞一个，飞一个吧。你如果你走在这儿的话，走尖的话，以后被这个地方被逼住，这儿有个点，对这个点你也受不了。哎，对，下一步白棋有个点，对，有个那个点你也受不了，那个点是个手筋。就下成这样的话，嗯，小尖尖住，嗯，这以后有。这个点不是往这儿点，是往这儿点。对，这个点，对，这个点你点了，如果挡住这小尖吧，都可小尖，不是，反正有点棋了。这个，这反正你已经不太好下了。对，这有棋了。嗯，好，那么所以这个棋呢，干脆你大概是只有这样啊，你会补在那个地方。小飞，大概会，我觉得干脆黑白棋就这么。卖掉得了，然后搬这个先手，嗯，是吧？你得尝一个，然后在中央走吧，普通吧。就有了这两下之后，虽然这边损了，但是我中间出头可以对宽敞一点，对，走得远一些。哎，这样也不要，你也断不了，你可能压了这样。对。你断的话也要有风险，这个。嗯。你如果尝一个吧，拜拜。对。我就跳一个。你要冲断我再跳，你要是忙着就活，这个棋，黑棋也没啥成算。对，我还喜欢下白棋。黑棋虽然说这俩能活，但是白棋如果一旦从这边一进去的话，就很厉害。是，这个也没人，你活起来你就不舒服啊，是吧？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样白棋，如果我下，有可能觉得这样，就选择这个吧。这个变化不错。确实，我觉得选择这个白棋，这个比较普通，而且也可下。嗯，或者你这个棋，你干脆你又过一路也行。再过一路。也是一招，反正就这一类，反正这面就放弃走中央，给你那么活路，也可以。那么没走成这样呢，许九段他是走的什么呢？他不肯拐这一下。对。他想留有以后往这边逼过来的手法，他觉得那样太俗啊，他不肯。觉得我要走一个漂亮的，这是从棋理上说啊，就是中间呢最好是两边都不要去靠压，单独跳是最好，这是过去说的，这是常说的这个棋理啊，有棋理就最好不要去随便去靠压别人，有孤棋是自己单跳是最佳。但是这是原理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那个实战，刚才那个实战，但是这个跳当然是也是形状看起来挺好。不说起这个原理，刘老师，我总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原理在棋盘上实际操作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现在比较实惠，都是要实在的。都讲实战。实战，实战解决。嗯。一般那个理论好像。过去那个理论有很多都被挑战，都有时候过去说这棋不能这么下，可是现在棋就这么下的赢了，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你要再教学生的话，有可能你的说服力现在也要质疑。对，因为你的很多那个原理啊，现在被
现在的棋谱所挑战，使得你说起来说服力质疑。对，主要只是讲大道理的话，可能学生不服。对，所以他要求跟您实战解决。是，所以你说这不能下，可是谱上现在都这么下了。有这个趋势啊。现在黑棋挂一个。他这也拆得够远的呀。拆了一二三四五五路。对。在这儿。那白棋刚才单跳呢，我对这个单跳的理解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下一步我要从这边逼过来，很紧紧地逼住你。如果说你拆这边呢，我要攻击你上面那边。是。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现在他走这个呢，你要走上面他能逼住你。现在他一步拆到挂角，这个也厉害。那白棋在这儿搬一个是必然的。对。你这个长一个他是长的。是这个因为长呢，这儿有眼，这一提也基本活、哦、所以这个地方要想杀黑的也不容易，就算你都封住了它也是活的。下面那就是我觉得要狠一点，那就是打入，就是这样打入这个，打入这个是最狠，打入这个最狠、哦、对，这个或者是先交换两招。反正这上面呢，白棋应该有先手，这个跳应该是先手。对，你可能你尖呢，或者怎么着，尖一个。这个作战好像，我觉得黑棋。这个跳一个，交换一下，你拐的时候，那么再靠一下。我觉得这样比较狠，这样比较狠。对，这个白棋呢，先把黑棋这块棋和这边先给它切断。对，不管怎么样，我先把你切断。切断完了之后，你再敢不走的话，我二路要直接点你这个。用不着点了，让它活最好。让他活，切断让他活，让他做活就可，做活我已经便宜了，一进攻我自身也强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算的进攻法，就反正这样拽着往前跑，这面呢看清，暂时先不理，这面不走，不走为好，对，那么这个。白棋这个加进去其实我觉得挺厉害的，但实战呢没有这么进行啊、哦、这白棋搬白棋搬一下，对，长一个，对，然后呢他就走掉了，他算了，他就好像就没打算往这儿去，他把他的主要目标放在上面了。这个棋呢，这个我觉得和当年的许九段的感觉不一样，他是很锐利的，像这种棋进攻啊，他都是最强，就是最狠的那个部位，让你难受的地方，这经常是他出手的地方。但现在这个下法我觉得有点跟我想象那个许久不一样，不太一样。你看他走的这个是啊，他是先他就飞了一下，交换一下，跟这个我觉得让人家心里特踏实，就觉得我觉得舍不得，这两个舍不得，这两个交换。这两个交换真的把那个打入给卖了，我觉得真舍不得，有点心疼。应该在这儿走完几招，让打入，我觉得刚才那个图是黑棋比较难办。现在走完之后，你进攻这个是活的，还这样，走这个，对，来一下，是吧？是，这长应该长一个，嗯，再来一下，这个搬那边人家靠出来也不、并不好，那么就长，再长吧，就长一个，别跳，长一个。那就白棋长，压一个长，那再来，是吧？他跳了。那如果长，他再跳，他白棋再来一下这个。对，他这两个也别交换。不肯让人家拐跳过来，那他先不走呗。哎，这两个不要走，以后保留可以进去的手法。哎，对，你干脆就这么跳也行。是的。他搬。嗯。他是黑棋是搬的，这白棋跳是吧？嗯。白棋跳一个，这个黑，哎。现在轮到黑棋，黑棋压，对，白棋跳，跳，在这儿是这样下的。这样，我觉得这两个不要交换。嗯。那么黑棋这个搬一个，是吧？他是不是觉得黑棋不能搬啊？他觉得黑棋如果长，那我就跟着飞，哎，那还挺舒服。也可能，也可能。那不管怎么，这两个随时都是你的先手，还是不应该飞？不要走，单走这个。走完之后你搬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搬一下也可以，白棋搬吗？白棋搬这个，过来一个，搬一个啊，那样的话，总之要保留那个打入。对，现在搬这个，
但这个黑棋如果说只能接上，那就太惨了。那我长一个挺好，因为长我要下面爬。是，你一般最狠是连扳。连扳下去。嗯，连扳，我干脆就打断，就打断，打断这个，干脆就这样。哎，打断。现在打断这个，对吧？对，接上，然后长一个，长一个，就逼他在这儿大眼。活你只能是你哎，对，活很委屈。对对对，我粘上，粘上，对，粘上或者虎，粘或者虎一个。哎，然后他得长一下，长一个才能活，长能活。哦，他单提我一叫吃就不见得活，叫吃就挖进去了是吧？长一个，那就长吧。对对，长了白棋还能拐。啊，你得提活，提掉。这样黑棋这做活啊，那你这两个不交换多好，对，是吧？这样不交换的话，他长我就接上了啊，直接打入那就很好，对，直接打进去。那先进攻其实最好，嗯，先进攻最好。像这交换着之后，黑棋也放心了，嗯，是的。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底下搬一个好，底下搬呢就。你连扳，我这样打了，让你去做活呢，我也厚了。嗯，我转手，比如说，就算立一个，这个棋，这面都便宜了，也比实战强。是的。嗯。这还是现在啊，这个老棋手真的是和过去还是不一样。这个因为经历啊，各方面真的是不如当时那么看起来那么锐利了。其实他60多岁，我觉得还能战斗在一线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对这件事情，62岁，对对，这样的人毕竟还是棋手，还是毕竟是少数。对啊，能大部分棋手就，可能30多岁、30-4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一般都是对，挂免战牌。就年轻的现在主要是，这个你精力跟不上了。对，他不是说你算路的，他得需要体力的。这个他是综合的，对，不是说你。你摆棋厉害，你这个理论厉害，对，但是关键是比赛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精气神不够。嗯，是的，是的，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在比赛当中，原来很熟的东西，经常你跟不上。对，现在走成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黑棋，那个还是比较舒服。对，他下的比较舒服。这个许久段呢，这个比较硬朗，他是这个时候。直接断的吧，嗯，直接断，它应该是扳，但是呢，断一个，嗯，这个断看着是的确是很强，挺厉害，很强硬，因为这个非常强硬，嗯，哎，但是呢，你这个棋断完之后啊，这个人家是眼见的一招是个先手，因为断这个你没法抵挡，你只能补一个，对，哎，补呢，你如果补这个。这儿还有一个先手，几个先手，几先手，有点还不肯，嗯，没错，是吧？那这个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黑棋这个长是先手，长完之后，如果说你只会这样打吃接上，嗯，那显然觉得这个棋还是挺被动的，好像白棋是不是还是掌握主动？这是白棋可能就是那么黑棋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待会儿见。嗯。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周贺喜和徐凤珠的对局。是，那么现在呢轮到白棋下，白棋这儿现在有个断点，长一个，那个断是一个很严重的，你的补、那刘老师如果说他不补行不行呢？不补呢不是有断吗？有个断是吗？有个断，那个也挺严重，比较严重。哦，那个我怎么觉得你不补，我们摆摆试试能不能白棋能不能藏在这儿？哇，这个棋我觉得还有一种啊，它一个是断打，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还有棋啊？它有点什么招法是吗？这个断点这个。单点这个。啊。哦，还有这招，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好像没有看到。如果说白棋虎这个，您就断。对。然后您脚上有个先手是吧？挡着它有个一路扳，它就立也行，立不是一个一路扳。单扳一个，扳你的锦旗还是走什么？对，单扳我的锦旗，不然气不够了。啊，锦这个旗啊？对。那他走这个了。然后再点，
挡住他一家，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死掉了。对，他的家在这儿。他有个一路半。啊、是的，哎，这个厉害哈、哦，这要没有注意背点，就这奇经吃通了。因为本来没看到这个点的话，就记得就觉得好像这棋只能断了立下去，这不见得行，这棋。对，好像是有这个棋吧？嗯，是的。是有这个棋啊。嗯。哎，那不行。是吧？那这样不行啊、嗯哦，确实。反正有棋，这个他的感觉是在补，是吧？嗯。他对，一个是点，一个断，但那里面的只是怎么补的问题。对。哎，就这个棋行。他如果跳，普通是跳一个或者走这个。嗯。跳这个。对。哎、就白棋补棋是吧、或者跳这个，或者走这个。就是说这棋呢，这个黑棋这个尝试现在是绝仙，绝仙，对，他不是说从这儿直接断的，直接断还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啊，他是先点这个，点那个，对、嗯。那么你白棋或者说你这个棋啊，嗯，补一个是补在这儿，但是这个形有点不好看，就补这个，形不好看，对，啊，这形状不是很好，不好，不好，不好，这看起来、但是呢、嗯，这个比较实战，但是形状不的确不好看，嗯嗯。那个补在这儿也当然也是，但是他这儿有一个活棋，嗯，他还不肯。这个许九段补的是这个比较狠，他走在这里，补这个。他虎了一个。他是走那个，嗯，虎一个。嗯，白棋虎。虎这个，这个棋呢，说实话，你就不如那个，以后对这两个子威胁大的。嗯。补的是老师。有可能受委屈，以后你被黑棋一靠，你还难受呢。嗯，但是呢，为了破你这个眼，以后你这儿少一个戟，你死活有问题。对，哎，这样呢，黑棋必然是要从这儿出，怎么出来？哎、其实是一个，你单打粘上，当然是打了粘上是普通，但是它有效率更高的。嗯，黑棋。黑棋实战呢，下的是这个。哎，这个实际上是个好棋。嗯，这好棋。哎，如果你挡，它一挂。啊，单挂。单挂。单挂比较好。哎，你这两个棋经不能死。哎，对对对对。这被吃掉受不了。这就出来了，你就堵不住了。嗯。那所以这个侯一个单侯是个棋经，是好棋。对。那么这个棋的这比单打的粘好啊。嗯。这个侯一个好棋。是的。嗯。那么。他是走的是个单侯，侯一个，这个黑白棋也的长，当然，白棋是长那个啊，白棋他就单长，单长他放你出来、嗯、这一带，对、哦，但是呢，黑棋能够先搬一个，这样就比刚才那个打吃街上好，比单拐好，搬在这儿了，对，他等于拐到了一下，对对对，哦、这先走掉，以后可能走不着，嗯，这个比较好，是的，哎。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这两个子怎么行动？接下来，这很关键。对你一般的情况，你如果飞的话啊，嗯，这飞在这儿，对吧？这个白棋飞的话，对，现在接上，接上，对。然后白棋假如说飞，他就侯着冲也行。侯冲，嗯嗯，这个好，这直接就把它直接就冲断。嗯，你长我就冲断。对，这挡也是如果长我就再冲就行。对对对对，你挡我就断。现在看起来，他所以这个还不能飞。嗯，你只能是就是也是实战了啊。尖一个是本形，小尖，小尖本形、嗯，对对，他是小尖本形。嗯，这个棋呢，这个许九段以前我总觉得像这一类的。接触战的时候，他是最厉害的。他很擅长。很擅长，而且经常是都是打到对方的痛处、腰眼上，他很厉害的。对。但是这个棋，我总觉得这个还是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了。嗯。嗯，他是这个尖是肯定好棋，我认为。嗯。尖是对的啊。正确。正确，正确，正确。尖，那你黑棋必然是飞一个，我觉得小飞，小飞是不然，你不能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对，这两个子肯定得要救回去，不能白白死掉。对对、哦，这个就是下面这一招，我不，这是的确是有点意思的了。嗯，是靠一个实战那个靠啊，是一个最常见的手筋，嗯，最常见，是的，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对方啊，来一个最实战的棋，他神
真的没想着。他是不是以为他靠一个已经差不多了？这棋都，要不然他靠一个，除了那步黑棋好像没有别的很好的抵抗的方法。对，这个黑棋对靠一个，我们看这个实战，黑白黑棋这个，他走的是你看，真的是，这个是白棋，白棋靠，白棋靠，嗯，靠，他是走了一个极其强硬的上顶啊，没想到这没想到太实战了，嗯，然后太实战了，白棋一冲，对。它虽然不能断，但是它可以加呀。对，这个白棋只能粘上，你立下被断了，是吧？只能粘上，是吧？只能粘这个，嗯，然后它渡过。对，嗯，这个棋他没想着。是的。但实际上这个棋啊，我觉得可能白棋还有更。您觉得他应该怎么下？更那个什么之前啊。我觉得这个棋白棋干脆星位靠一个，星位单靠是吧？星位单靠一个，星位啊，哎，这个棋白棋是星位靠一个，星位是吧？星位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星位靠，星位靠一个。哦，那么黑棋怎么硬呢？这棋我很头痛，怎么办？接下来星位靠一个你。大概搬一个吧，对，搬一个。你要尖我也靠。那搬一个现在就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看明白。对。假如说现在黑棋搬，对我再靠。那么您再靠，对，他再顶断，那就不一样。这是还是不一样，这断了是一个虎口。不行，这个。然后他加过接上，对，这被一断就坏了。都行，对。这一断麻烦了，对啊，那这三个字肯定掉了。断哪边都可以。是的。断那面也更狠啊！白棋断那面，反正是哎，都这样是黑棋不行的，所以先靠一下，但没有先靠一下呢，就是说再靠，我觉得是个棋筋。嗯，那么实战这个呢，就不是那样实战啊，靠白棋靠黑棋顶顶一个，嗯，走一个，是吧？对，粘上接上，粘这个，嗯，然后黑棋是渡过的，嗯。黑棋渡过，渡过。现在你肯定是断外面，啊、哦，断那边，白棋断上，对，粘上。现在这个就是说，就这么拉了胯着，让白棋没招。哦，白棋你怎么争，他两个都要，反正你争哪儿啊、因为你这个这五个子也重，他干脆就给你来实战的、哦。他就打下去，这个打下去也是最狠的了，对，只能这样了。你打那个。哎，只能这样了。打那边没什么用。哎，你长也没有，长的一尖你也气不够。是的，只能如此。这就是，这最佳的一个那个什么，哎，最佳的那个变化。接上，嗯，他断，再来连根断上，然后再抱一圈。啊，再抱一圈，对，在这边。对，干脆来一个，这就叫那个大转换。嗯。现在这个棋啊。搞了一个什么呢？原来黑的空变成白的了。嗯，他这个黑棋把这个子给吃着了。你说这个棋，按理说本来都觉得这个角也不小啊。嗯，吃的是也不小。是便宜还是亏？真的是，好像也挺难讲的。这个棋真的是让我说啊，从实控上来说。你说黑棋是便宜了，不是是不是很厚，但是也不见得便宜。实控啊，对，实控有点儿损挺多的，损挺多。但是黑棋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厚，现在对它很厚，它全盘都很厚。你这个棋呢，你这个往里缩了也那个，然后你这个主要都交换完了，是的，黑棋之前它也觉得已经便宜了。对，那么下成这样呢，就是说，你这个实控啊，他给你的话，他特别厚，他应该说喜欢黑的也许比较多一点，有可能，你觉得呢？嗯，可能我要我挑的话，我会选黑棋。黑棋啊，因为这块棋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啊。现在到现在为止，你就一个人飘到外面了。飘到外面了。四周围全是人家的后势。对。那么这是一个大型的变化，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的话，应该说也差不多是个两分的，差不多。这从对这个对，虽然你吃单从了很多，这个不能说一方不是一边倒，嗯，应该说是我得了失控也是还可以的。没错没错，其实棋局来说尚早，尚早，只是说可能觉得黑棋厚一些，厚一些，哎，后半盘会好下一点，也就这样了。是。那么下面黑棋它脱先，他拖三那三在个这儿，拖一个相当大。对。如果白棋脱退就，哎，如果放了白棋脱退，那也假如是，说是这样，哎，对，很大的，大家看看这就区别，这区别你很还得大。立吧，你哎，不对立对被人对家搬一下太痛了，对，对，这个太就大，其实差很多，所以这个要抢。他如果黑棋长这个，他怕他白棋拖那面，是，啊，所以所他以他得就拖那面了。拖这个，反那正么这个搬一下就搬一下，搬就搬着嘛，啊，没什么，啊，搬一下我就把这个吃了就对，完了，嗯。就是这样。那这样应该说，告诉你这个搬也不小啊，这什么挂一个吧？哦，他先靠了一下，在这儿。我这个我不太明白，他是要加强自己加吗？强自己，加啊、强自己，嗯。哦，他觉得这块棋太薄了，但有是点，舍不得，有总点觉得心有点疼，舍不得，还想留点留点味留道点是吧？余味的感觉，嗯，嗯。那黑棋呢，先把这个点了，啊，那他他也不先着，保留了，对。他可能担心，如果说这儿走完了之后，白棋就把这个搬了，啊，对，那这样他先就来官不及子了。稍微便宜点，是的。哎，也有点小便宜而已，他干脆把那个挡住，挡住，爬回来，对，白棋加，对，然后黑棋搬，搬一个，嗯，先手，对，那玩意儿交换总是觉得有点舍不得的，让黑棋厚嗯，然后白棋就白挂棋了个挂角，角，挂角，嗯，挂角，小飞，对。在这搬了一下，搬一个，这个都嗯。觉得舍不得走，但是现在走完了之后，他是想走那面，但是我觉得嗯，那个别走了，别走了，那个，那我现觉得在应赶该走紧走哪？这个太大，哦，这个觉太得大，这个先把空牢牢围这住个是太吧？大，这两个也别走，那两个也别走，我嗯，认为那两个先不走，直接走在这儿，嗯，嗯，那两个先拿起来的话，你黑棋可能是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样，哎，这个都别想啊！就直接走那个，哎，对，直接走在这儿。比如直接说啊，大直接飞。走那儿，你嗯，大概搬这个吧，我估计。搬一个，哎，对，嗯，他就长一个，就就长一个，长，你那我爬一得个吧，爬，哎，他再搬一个，那先手你断掉，哎，就这长，你长，那么再往中间再走一个，嗯，那这俩也别交换，反正就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棋慢慢下，而且你还把早得很吗？黑棋有很大压力，嗯哼，因为你的贴控啊，目是吧？要，控很多，你只嗯，要守着这个控，嗯。给它拼控，只要中间不出毛病，别攻着什么，你都拼控的话，有的拼，而对，且黑棋压力很大。不，这块棋刘老师黑棋会不会还有什么想法在里对，有想法，有想法，但是呢，我守在这儿，争取让你的想法落空，你进来我杀你，嗯，这样的话有的一搏。对，你是不是有想法要打入？对我觉得这四目都算白棋的了，我有点不能接受。打入你大概是这样打入，我可能考虑在这儿吧，在如这果在这打一带入我就咋定了？拖一个。拖在这儿，我要拖您下的这哦，咋定？你比如你靠我就挖断了，对，那么你拖在这里，对，拖有在可那能个，那拖我一个，也想办法，就是要不管怎杀，么着，我先走一下，你再来啊，就累多了。那肯定，你而且毫有无疑风问，险，是的，有很大风险。嗯，那好，这个我觉得这么下是，就是说是，也黑棋压力大，我都没自信，我要这么下，就我也没自信。这个但是呢，这个许久段呢，他是走了一个极其简单那、的，他他就只，是下了一个，他你看他走的是什么？他就直接就挂完之后，直接就那面搬了。你都退了，然后再搬了，很简明的下法黑哈，棋退，对，对，走了一个这个，但是这招棋被黑棋啊，这招棋太大了，太大了，假如，因为你全盘都没了嘛，那边都嗯，定型了，唯一的一个地方，对。一般是这样，给对方留一个唯一的最明显的大棋是不好的，是，你走完了之后，他不知道往哪儿走，嗯，难以选择，那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把大的都抢了，
剩下就是大家可以，都最好剩两个，你只能拿走一个，一人一个，哎，那是最好。对，现在是唯一的大棋给他，我认为呢前面可能值得探讨。要是我先拼着命先把它抢了，那面再说了。那么走了这个之后，你看这就很明显了啊，这面也有大棋，这一点你也受不了。而且这空一下子就少了好多，这个太大了，啊，这个缩太水大了。了，我觉得关对，键在这儿。这步棋太大。白棋你的只大概，白棋是这个白棋拆一，只能拆拆，逼住他，在对，这儿。这里啊，对，然后黑棋呢还顺手先拖他一拖下，也是基本手段，对对对对让他有点难受。你这个时候你大概不会搬，对对对，对，这是是。基本手段。您一搬，我这上面有打，下面有搬，对，那不是的，好。所以白棋一般来说总是往外面绊对，住他。正是，常情况下，那黑棋这感样觉黑棋就比较好下了，好主动一些。主动性厚，对，这挺大的这飞回来，个，对，这样一来的话，黑棋这一带一旦厚了之后，中间这块棋以后就见他宝可能还有所想法，又要攻一攻了黑对，棋，是的。这个那刚才这步棋确实白棋没有抢，有点可有惜。点可惜啊。现在白棋抢了，抢这个点三三三，三，这个也不小，倒是，挡住。这个也不小，但是不管怎么说，黑棋，哎，就走一个厚的，对，这是普通定式的啊，这是普通定式，然后就是把这个角啊接给上。活了，这个角活成这样，黑棋走后，是的。黑走棋也后要的抢，时候，走后他就抢拆这个了。逼住他。他不会去补这个，补这个呢被他拆二了，对，这个当然很大。下一步那个点是要命的，他的先手吧，白棋所的以他走，得对虎对一个。对对对黑棋之所以不用补这个断点，一来是因为这上面也有一个子，对，二来子，是因为它别的地方都很厚实，这棋对，特别厚，所以它不需要担心你这个断上去。它现在就是白棋中间这块棋，我们刚才就说它有点薄对。啊，所以黑棋呢就要想办法对它进行一些攻击啊。那么这个攻击的手法在哪儿呢？在这儿，他下的是这儿。这个像是要围这个空啊，正围着空，下步也有跳，也有那个攻这个。白棋因为这个他这也黑棋厚了，他这往前一跳呢，有挖断的问题。没错，这个跳有个往先手，前跳是先哎，手，所以这个点也不错，挺对好。对，他下的还是挺好哎，如果那白棋手让黑棋围这个空，这个棋不够的，对，那肯定，那太大了，这个了。空都围到八路去了，对对简对直对，是，所以这个白棋要是断拼一一个下，拼一下。这我觉得是该拼了，跟他拼，拼，跳，对，长长一一个，个是绝先，对，压住。这个对这个先手定形成这样，然后又点了他一下。点这个挺好的，对，你如果挡他靠住先手，正这是好，许九段的这个强项，这个招法是不是他特别擅长？擅长，对，擅长，那么周鹤棋贴。他不答应啊，他要对，贴他起贴来这个，你如果往下来，他往上搬，对，如对果说吧？这样你假如如说果，白棋往下贴下对，他去。肯定是往上搬。他往上搬，现在白棋就有点难受了。他走什么呢？弯一个吗？这好像也不像样。弯一个，他可能啊，就靠出来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有可能，对，也可能立一个，也可能。你这个，哟，这棋我还真的有点迷茫，这个啊，我觉得您单靠靠出来就挺好单啊。靠出来啊，也可您觉得呢？能，单靠出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哎，这对，个黑棋在这个地方靠一个，靠这这个个，地方靠就一个，就对，这白靠棋一好个。像挺难办的，怎么办呢？白棋可能二路搬回去，搬这个，对，这样，哎对，那黑棋是不是可以接受啊？就算了，对，你就把上算了，比面如说粘上也算了，这粘上，该走什么走什么呗，对对对对对，那走一就，个。那怎么走一个长一个，长这个吧，尝这个，他如果说那就断的话，断，那我在上面再进攻他这块棋，这不尝粘也可以考虑，粘这个，对，粘那这个这这边个。吃的好像不太干净，反正这也是一盘棋啊，这个是，
周鹤棋要硬的话就贴下去，不是那个谁，徐凤珠啊，它是长的，对，它长的，就是这在想它是不是能贴下去的问题，个，嗯，到底。那个，但是这个棋是黑棋战斗有利的棋，对，主要黑是棋，这块棋，嗯，现在看的实在是有点见包。它也没有贴下去，嗯，没有贴下去，它就长一长。它实战是往上长的。的贴下去呢，是一个实战的，比较太 那个很什么，实战的下法嗯，哈、哦，也许他贴下去的时候，黑棋是不是直接跳出来就可以单跳跳出来？你觉得怎么样？哦，那个被被扳搬一个，头那个啊、哦，不当然舒就是服。也是一种战法嗯。啊，那个也是一种战法，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不长或者说单搬也是一种。这不长，这个搬在这单儿。搬哎，哦，他那就现是现在在这做个这个。棋，嗯，它实战不是就是嗯，双一个，黑棋，双那黑黑棋棋并双一个，回去。嗯，并一个，它是希望什么呢？希望你拐，我再靠住。啊，对，他这靠先手，但哎，是它，问题是黑棋不答应啊，嗯，他不让你靠先手，他对，要并回去并回这去，样的情况，对，所以那么白棋就拐过拐一来，个，对，然后黑棋横跳先。横跳，嗯，本来是往这儿跳，它没对，跳。不着急，我先把你归路切断，然后等你要过来的时候，你也不肯这样补啊，嗯，对，那我再横跳一个，拐跳一个在这儿，嗯，这个跳嗯，很强，它有个挖断，这里有是个的，挖断，看呀，嗯。这里有毛病，不行，这顶也顶断了。所以说，这个白棋得补断，没有对，这办个法。顶你如果放到黑棋放到这个位置就已嗯，经断是，了，那个就都留下来了。对，黑棋这个下的，靠，就是比较厚实，比较扎实。嗯，应该说是按部就班，也是不错的啊。靠断它，靠断，嗯，嗯，它接上，接上。然后小尖尖回去，这个黑棋还是下得挺结实的，我觉他得，下的比较稳当，对。这样拽着你这块棋，他好定型，是，嗯，没还是错。可以啊。那白棋这三个这子个得必须连回去要回家，要不啊，然被搬不就掉了嗯，吗？嗯，然后黑棋又冲击他一下，他搬这个，这个，嗯。这先手啊，他得补先手，断，对，是先手。他断了一下，嗯，挖吃急打，对，这不踢是有掉，冲断吗？这然有后冲他断，得虎虎一个补虎一断在这儿，虎一个，他关键是还嗯，想这个多一个眼的关系，是的，是嗯，的，半个眼，那黑棋虎回来。这够厚的啊。对，下的现在很坚实，他现在已经全部联络了，嗯，一虎你已经断不开他了，对，在比这较儿，厚实，比较厚实。啊，但是白棋这块棋呢，看起来还有点不安定的因素对，啊，看起来，啊，那么他实战下这的个这不个小，打吃，这个不小。啊，挺大，对，然后黑棋又跳一个在这儿，那我要吃你两个子啊，这两个子目数不小呢，10多目呢，那看看白棋会不会连回去，啊，实战呢，白棋先飞这个，他不哦，敢这连，个因为你要嗯。接这个飞过来或者压一个，这块棋还没活呢，对，是的，是是的，吧？这块嗯，棋没活，这块棋只有半个眼，对，这如果飞过来，这块棋还这么这一冲这一飞，是的，是的，嗯，是啊，还没活。嗯，所以这个必须要连回来。黑棋小尖一个，哦，这个尖也是厉害呀，这个像是，这块棋，它爬一下就也难受，像周鹤喜这样的年轻棋手，后半盘一般都是比较强的。比较强。啊，所以下到后面，我觉得我还是很赞成那个周鹤喜。一般是跟老棋手啊，啊，都对是对这样。对，是他对付老棋的，手的嗯，最好的办法是给他耗到最后。因为越往后啊，老棋手他的犯错的可能就是性说越昏大，招概率越高，对，哎，是，这棋下的没那么是小精棋手细，啊，都是这么对付老棋手，都是这一都是招，这么赢的，是哎，吧？都是这一招，这招是比较有效的，因为所以呢，一般不给你马上结束战斗，不是那样，对，都是尽量给你拖延的，慢慢拖，慢慢来，慢慢嗯，来的话，你的越往后，你的就是胜算越低。因为精你的力越不精力济不是对了，吧？到最后就头晕了，昏招出现。对，白棋现在把这个尖回去，那么黑棋夹住，啊，这两个，这对，个也不小，这你要那个，这以嗯，后有跳哈，这干脆这个也活了。对，那么这个地方也算是活，它走的比较厚。他现在挡住。对，但是黑棋上面有个挖断呢，这个挖断，黑棋下的这个是比较厚，让他虎一个，然后再断，断这个。断了，你看着好像这儿能冲回去，然后哦，呢，他先尖刺了一下，是刺一个，但对，这个有团，
这团子两吃啊，这两吃掉了，这掉对了，对对现在对对对，把这三个籽吃下来，这目数很大，十几目棋呢，现在吃的，是，我白去棋把尝那一下，尝一个，这鲜时候它活的，对，活它的团活的，住，它两活个得很眼，清两楚，个眼，两只对眼对对，瞪得太圆了，两个眼，白棋尝，对，然后开始收官，黑棋是不黑是棋先靠了一靠一下，个在这儿，靠一个，对，靠了一个，对，靠一个走一个，这个挺好，把那然个后把冲这了，个冲掉。对。这个棋呢，一路扳的，对，扳的。这个棋你不能打，打了话，他提这个先手，你粘上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哦，有个戟，有个难棋，怪有他个不敢棋，打上去，不敢打。所所以以他呢，白弯了棋一呢下。也只能是侯一个。黑棋把这个搬占了，哦，然后白棋搬了一下，对，这是先手。现在这最个，大的也就是这个小尖了小吧，尖也不小，是吧？这对，个棋，黑棋。黑棋这儿先交换过一下，我先。把这个次序对对对，这个交走换过一下，过，搬了之后呢，白棋把这个挤断了，对，是接上下成这样对，这样，这一带，然后这个棋然搬后了退对，了白棋，该这个该白棋现在该黑棋下，他打吃完了之后，他这个点是好手，官子好手，对对对有了对对，这个点，这盘棋基本上就拿下了。我们看他这一带是怎么收的，他靠靠。挖吃一打。提活也掉，是活的，对，它是一个连环结活棋，但是它的目数很惨，它一是，扑，对对对，这个脚上只有一活二三连环四棋，四对目，对对，这样就收官，然后对，就收一收，也没收有的收那掉，个什么对，了，这已经盘面有十多目了，后来，对，这所个以就把这个差距挺爬大的，掉确实，小官子了，是吧？也都定局了，这盘棋反正杀的也很激烈啊，是吧？杀的是激烈，的，但是是的。官子后面被这个白棋。这个被白破了白棋之后就不好办了，对，没错。这面是关键啊，对，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执黑的周贺喜是以5目半的优势战胜了徐凤珠，然后杀入了3星杯的16强。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